肖战一直都是稳扎稳打的状态，而其身上所秉持的优秀品质更是深得品牌方的信任，这也为他带来了更多的橄榄枝。有不少消息称，肖战的新代言正在排队官宣，有多个合作品牌即将在本月开启线上预热，并择机正式官宣，让众多人非常期待。这就是选择肖战作为代言人之后多产生的效应。华丽的数据背后是合作双方的紧密关联，这其中更多的是情谊。根据海外的反响来看，肖战在海外地区的声量持续走高，并且获得品牌总部的高度欣赏，这次真的选对了代言人。尤为重要的一点是，奥龙登场展现双实力，海外同样有巨大的空间，优秀的人走到哪里都会发光，肖战正是如此。他内心的那份热忱与坚定赢得了合作品牌的信任，而甲方的一路同行也彰显出双方之间的情谊，这些用其他的任何东西都是换不来的。